美女，一会儿啊，你从他旁边骑过去，我拍他屁股，记住了，拍完咱就跑啊。好，记住啊，拍完就跑。好，走。跑跑啊！是啊，跑啊，跑，赶紧跑啊，跑啊！那个他不是，但怎么不跑啊？怎么不跑啊？你跑啊！我刚刚跑了呀！你跑来来跑跑跑跑啊！同学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我可以追你吗？好啊。到深圳了，哎呀，累死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让我来这儿明天见你父母，我还有点小紧张。没事儿，不用紧张，我父母特别好相处。今天你就先在酒店待着，我回去帮你打签证。好嘞，那我先走啊。好。谁呀？需要吗？不需要。太吓人了。亲爱的，你太棒了，你从我们家来考核。考核？什么考核？是啊，你竟然可以把持住自己坐怀不乱啊。必须的嘛。那他是谁啊？我是他哥呀。小伙子你真棒，竟然能把持得住。他前几天的我根本见了我都把持不住了。这个考验太严酷了，走吧，啊，回家。不是，那个哥，我还没想好，那我行李拿来呀，哥。哥，你轻点。亲爱的同志们，请问大家今晚在公司的年会上玩的开心吗？您要记得每天坚持吃一个疗程啊就好了。OK， 那个给您开了两种药啊，您要记得，大的每天吃两片，小的每天吃一片，记住了。什么？大的吃两片，小的吃一片。大的吃两片，小的吃一片。大的两片，小的一片，吃。你就说呀，坚持吃一个疗程，爷爷的病就好了。这你拿着，大的两片，小的一片啊，每天坚持吃。爷爷去休息一会儿啊。温暖爷爷，加油。哎，这块没人啊，就是。抱抱！哎呀，这块人条件多好呀！
这大半夜哪来的人？你们别闹了，哎，让秦肯，别人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啊，这可是公园，文明的地方，你要干这种事儿啊，去找个旅店、宾馆什么的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现在这些年轻人呢、啊，怎么都不知道羞耻啊？呸！这老头儿，你看呢？我就说不要，多丢脸，羞死人了。欢迎光临，二位，你们是要住点房呢，还是要过夜呀？啊？哎，梅姐你好，那个我想去人民医院，但是我不知道在哪儿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人民医院。对对对，从这边你走过一个红绿灯，然后左转，大概100米，然后过个天桥，下面有个公交站，你坐203，然后大概2个站就到了，记住了吗？没记住，有没有别的办法呢？我太远了。不然你打个车吧。可是我没钱。我也没钱。哦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有没有什么简单直接的办法，你能帮我一下？哦，有，你等一下啊。人民医院吗？哦，这里有个人晕倒了，你们快派车过来吧。哎呀，跑是跑出来了，这扣子不给他弄开，白配啊。怎么办啊，就弄不开我。行，哎，有了啊！这扣子放那边，火车一来，这不就断了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哥，你有办法？就是吧，你看他从那边，那个这边不太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放这，你看吧，一过咱就自由了。还是这边好啊，这边好，这边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看，刚好。好，哥们儿，哎，你比我年轻，以后还有大把的机会。再说了，你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还有孩子老婆，不像我孤家寡人一个。在里面的时候，你对哥也不错，这根本定了。记住，以后初一十五多给哥烧点纸，哥就心满意足了。啊，不行，哥，要不咱俩跑吧？你找个修车厂也能开了。走，跑，跑什么跑？听我的。这么跑下去，咱俩都得死，就这么定了。哥，哥，哥。好好活着。嗯。来不对啊，哥。咱们俩站一边，把这链子搭上头，车一过不。咱俩都不解开了吗？来，哥，这样搭上去不就行了吗？就是，要不说你这年轻人脑瓜好，你这刚才整的还生死离别了。哎呦我的，这茬子！来来来来，抽烟了，抽烟，抽烟，抽烟，哎呦，压压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去！哎，自由了，哥。儿子，哎爸，明天面试你准备好了？爸，我正在加油，可是我特别紧张，一紧张我这手老抖啊。哎呀，就不要紧张嘛，儿子，不用紧张，老妈知道你是最棒的，来吃碗面条，明天加油。请问是什么原因让你们选择了我们公司？你是不是坐错位置了呢？你不用紧张啊，我们就随便问几个问题。这个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手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我一紧张手就会抖。行，我们公司啊就需要你这种手会抖的员工。好好找找，是到底没有？是不是我也没装？掉哪儿了？电话打一个。
朝伟和德华从这边过来，然后冲进来。发哥从这边过去跟他们对着干。好，等一下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喂，大哥，不是，这是我的手机，你是不是捡我手机了？我没有捡手机啊。那你为什么会拿着我的手机呢？哦，这是我偷的。来，先开始。哎，小伙子，干啥？对，我看你愁眉不展的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？我电脑不小心进水了，用不了了。小事一桩啊。把坏掉的电脑放在客厅桌上，贴张符，上面撒上一把桃树叶，每天手持香，着长裙，早晚拜两次，一边喊。电脑真的好起来，我会对你好好的。电脑好起来，我会对你每天照做，不出七天，对你好好的，我会对你。什么呀？你妈受不了了，就会买台新的电脑给你。你像这样整，我就感觉到肾的慌。电脑买回来了，你赶快把这收拾啊！嘿嘿，这是我新买的国产大白测谎机器人。测谎？对，谁说谎就是打谁。太好玩了，大白，来试一下。国产大白，现在为您服务。好玩。我爱我老婆。啊，没有，这个没有调试好，没有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妈的，你敢打我儿子？他不是你儿子，他是隔壁老。隔壁老谁啊？说老公，这个机器一点都不准呢，拿去退了。哎，隔壁老谁？隔壁老陈，陈翔，妈的，老子怀疑他很久了。陈翔，我去上班了，今天晚上不回来，公司加班。又打麻将啊？打啥麻将？真加班。你注意身体啊！哟，知道心疼我了。客气什么，多赢点啊！五块钱的能赢多少？我就不去了吧，是吧？今天晚上再见。滚！哎，今晚我不去了，被我媳妇发现了。好像发烧了吧你？发烧了，老师，小明好像发烧了，是吗？哇，头好烫啊！你烫到老师手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毛老师。啊，没事，好了吗？坐下，继续。一分钟。太烧了。哎呀，这会儿好多了。哎，小黄，哎，你看我是胖成这样，有没有什么快速减肥的方法？哎，你还真没说，我真认识个老西医了嘛，年纪挺大的，他这几个月啊，帮了200-300人，在一个月之内就减掉了50斤体重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贵不贵啊？倒是不太贵，1-2万块钱吧。那带我去，现在去啊？好，现在去，走。哎，半个月没见了，来了，效果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做完以后。我足足瘦了50公斤，100斤呢。50公斤啊！哎呀，那挺好啊。是，那这回找女朋友有希望了吗？哎呀，不太方便了，现在行动。啊，你陪我到那边吧。行，没事啊，这习惯就好了，是吧？手里呀捧着窝窝头，菜里没有一滴油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太开心了，儿子，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，吹蜡烛，许个愿吧。好，许个愿。
儿子，哎，你许了个什么愿呢？我只有一个愿望，希望我明年生日的时候，这个蜡烛下面会有一个蛋糕。你俩也太抠了，对吧？我现在确定了，我绝对是你俩充话费送的。看你看你看，我让你买个小点的蛋糕，你都舍不得呀。你过个生日，有蜡烛就够了。哎，你妹的你！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了，放学了啊！老师再见。小明，放学后我在小树林等你。大哥，就是他，约我放学以后在小树林见。看到？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教室，同学，你老师。夏洛特烦恼，我穿越了，我重生了。啊，讨厌！我要找回我的青春。1997年，97年，你都毕业快20年了，你怎么又梦游到我们学校来了？快回你的彩票店，怪吓人的。不是1997年啊，对不起，倪老师。对不起各位同学，啊，对不起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学习，快回来上课，来来来来，咱们再上课了啊。就这些，我这钥匙没拿，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呀，哎呀，真厉害，来来拿。那走啊！哎，不不不，等会儿干嘛？我还有个活儿，你一块干了得了。也是门要穿。哎，好，走走走，前面干。就这样，你把这个 ATM 机给我踹开，我给你500。加100吗？600吗？啊啊！和前女友分开已经十多天了。用力！打成负心汉，打成贱货，再用力点，打成傻逼。我教你。不准打我男人！来，宝贝，赶紧多吃一点哈！不吃又不吃，嘿，你这孩子，吃还不吃？不吃，吃还不吃？我就不吃！嘿，你这孩子，你还不得了了？到底吃还不吃？我吃还不行吗？我爸爸都被打成这样了，那就乖乖吃饭。谁让你吃了？结婚了，你这媳妇儿老是出去，不在家，这不像话。哎呀，爸，谁没几个朋友啊？我来看，没事啊。喂，孙子，你丫骗谁呢？我爸在我对面坐着呢。孙子，孙子，呸！谁呀？骗子，愣说是我爸，你不在我对面吗？你这骗子，会不会是你老丈人？正在城楼耳听得城外乱纷纷。美女，请你喝杯酒呗。不用了。你看你这一上来就拒绝，你最起码给个机会是不是啊？行，那我们抛硬币决定啊。如果你能猜出正反面，那我就给你机会请我喝酒。正面啊，50%。哎，
韩姐，你别打人了，我看不着。嗨，这球啊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什么有什么好看？你挡着我看，你是看球。哎，这怎么？这球不能这么踢。你就搞你的卫生就完事儿了呗？你怎么踢？你知道怎么踢呀？克罗斯和伊利亚拉梅迪他们俩人的双后腰应该靠得更近一些，这样就把边路的纵深空间留出来了，以便呢刺激两名边后卫插上助攻。还有前锋本泽马，他应该更多的回撤到中场来接应。与此同时 ，C 罗和贝尔他们的交换要更加的频繁，这样才能体现出 BBC 的威力。这么踢球，进攻才会有层次，对不对？不是杨姐，那这么踢的话，咱没有前腰啊！这傻呀，你会看球吗你？这罗在全场上扮演的角色就是前腰，只不过他的跑位比较的灵活，覆盖的面积比较大，说不定这就是本场比赛的看点，明白吗？哼，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。踢的啥玩意儿？你这是啊，啥玩意儿啊？真是的，哎呀，关了吧。关了啊，杨姐啊。啊，那个是我啊，我迷路了，钱包也丢了，我回不去家，你能不能让我住一晚上？哎，不行，住什么住呀？我们家没人，不能住。哎，你不是人呐？啊？我是说我们家没有男人，我不能留你。那我进去不就有男人了吗？亚丹，嗨，儿子，倒杯水。好好好，再去倒杯水去。哎呀，再去倒杯水去。哎，不爸，你是不是岁数大了？一看一亲嘴，你就口渴了。我都不渴，你渴啥？睡觉去。我不困，叫你睡觉去。亲完了，我还睡啥呀？亲完了啊，我困了，我睡觉。看吧，爸又亲了，在哪儿啊？小兔崽子，你骗我！I'm Randall. I'm James Bond.回家吃饭。我要和你分手，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，也不要坐在自行车上笑。亲爱的，对不起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努力让你坐上宝马车的。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好吗？宝贝，试着哭，坐在宝马里哭，体验坐在宝马里哭，20块钱一次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体验坐在再来20的，好，不准笑啊，不准笑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体验坐在宝马里哭，20块一次。哇，漂亮，快点姑娘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这就是你的吗？哎呀，我跟你
跟你们说啊，这车动力可太棒了，一脚油门下去。胖子，你还照不照呢？哎，照照照，慢慢，你们让一下，慢慢让一下。好了，准备。好好好，3、2、1。OK。看行不行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20，好家伙呀！哎，2块钱什么意思啊？你吃拿着吧。昨天40一张，今天只要20。路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20块钱一张照片，20一张，不照一张吗？装逼！还不给你照呢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宝马20块钱一张，快点呐，来不及了啊！量大从优，漂亮的宝马啊，量大。姐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我们是自由恋爱，知道吗？自由恋爱，你要支持我们，不能反对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他妈是你姐夫，你几个意思呀？老婆，你太偏激了，是不是？不能打消年轻人的积极性嘛，对不对？小姨子，我看要不咱俩也拉倒得了，现在是打不过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不是，这真打得过啊？其实我已经暗恋你好长时间了，一直没有勇气跟你表白。我知道。我就是一只蜗牛，而你是一只兔子，我再怎么追也追不上啊。你是追不上我，不过我追你会比较容易吧。照片我已经照下来了，5000块，要不然我发给你老公。给钱，微信转账吗？现金也可以啊。老爷，没事吧？你喝点水。好，谢谢。小伙子，太谢谢你了，真是有缘，咱们结拜为兄弟吧。这我才12岁，这叫忘年交。那只要您不嫌弃，我无所谓。咱们兄弟俩，这就结拜。好，好。苍天在上，后土为证。我王大锤，我朱小明，今日结为异姓兄弟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人生路，你梦似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。你没事吧？啊，谢谢王叔叔救我。啊，没事就好啊。兔崽子，你竟敢跳水！你说你要死了，你让我下半辈子可怎么活呀？下半辈子可怎么过呀？臭人！臭人！老公，明天是6一儿童节，我想买个 LV 包包。买。喂，猪哥哥，我一个人在宾馆，你过来帮我醒酒。小花，我来了。这喝的多少，身体最重要啊！哎呀，说不动，说不动，刚刚一直想吐不出来，说看见你才想吐。谢谢你啊，可以走了。大哥，你看谁把话筒扔这儿了？还是无线呢，这还有开弦，你看。别拉！这不是话筒，这啥？手榴弹。那这还有两个呢，捡起来。快，拿好了。给你。怎么咋办呢？送公安局。那这万一路上他要炸一个怎么办啊？那就跟他们撒谎呗，就说咱就捡到两个呗。对啊，行啊，好，走走走，行，快走吧。起来。干嘛？我刚看到一个人影。人影？啊，在哪儿？就从那儿飘过来了。你别吓我，我害怕。我操！你害怕什么？应该是我害怕才对啊！我平时都是一个人睡，你是谁呀？
年几岁啊？哑巴了呀？10岁。老公。哎，老婆。来了。老公，我给你买了一份礼物，我很用心挑选的。哇，可只是我花了你一个月的工资。没关系，老婆，你这是对我好，花再多的钱都无所谓。嗯，来看看吧。好嘞，拆礼物了，看吧。老爸有礼物，你没有。我爱死你妈妈了。Surprise。好看吧？这鞋好像太小了吧，老婆，我穿不了哎。啊，穿不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要不我试试，万一我合穿就不会浪费了。老公，你看我穿这双鞋刚合适哎。宝宝，妈妈穿这双鞋好看吗？姚大爷，哎，您没去你儿子那儿啊？哎呦，我都烦死了，那大儿子让我上内蒙去，小儿子又让我上云南去，你说我上哪儿去？哎呦，您那两个儿子挺孝顺啊。孝顺个屁，他们俩都住上海呢。你妹的。趁热得把这个煎饼煎熟了。不好了，这温度不够高。那你烧了。哎呀，温度起来了，我得打个蛋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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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天哪，都浪费了，这。